首歌吗？有，有唱吗？最后有还是用他们应该只能哼吧？但是还有，用唱的可能不太行哦。对啊，这是比赛。可音乐部是被扣分的。对啊，不能含重要意味啊，除非你去参加圣诗比赛，参加那种诗歌舞蹈竞赛就可以。所以你要发起啊，那种诗歌比赛、诗歌舞蹈比赛。可是，你现在不能重要意味。一般的啦。可是人家打拳打都这样。那个还可以啦，那个是他的个人气啊，没有关全部的意味。可是他投球前也祷告啊。对啊，那个还好，那个没有什么样。可是他是比赛，那个是这是个人比赛，是全体比赛，不太一样吧？很多球队出去都会祷告，那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反正就很奇妙，反正我们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。没有啊，就我们创作就是觉得我们就是要。有个团体是吗？神的那个。哈？团体的。深白色啊。深白色。深白色。因为我们就叫 Deep White。哎，对不对？还是 Deeply 啊 ？Deep White。Deeply 是副词。对啊。它只希望是动词，那你要加变成说，这样 Deeply White 就很乖啊。我那天还跟大王说，我刚说 Deep White， 然后他就一直笑，他说这样会不会太白话了？我觉得这样翻不好，我就这样写吧。那怎么办？对啊，我来帮你想一下。低波坏感觉很怂。低波坏，对啊，我还说，因为我太久没讲英文了，我说，哎，他妈白色英文怎么讲？然后他一直笑。啊，那你有没有就是深白色有没有？我觉得你不能深白色，你的意思想要表现什么？你想要纯洁吗？纯净就不是在表面，是透进去的。透进去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渗透。渗透。透明。深对深，可是深深深的纯净。R O 你渗透。R O 所以是很纯洁的那种就对了。对啊，我们的